咁似咧咁我一年咧就會三條，有三條無片頭綠色嘅，就介紹呢啲啦。2011年推出過嘅港鐵 Q 版迷你列車模型，咁啊係啦，2011年推出過嘅，咁啊亦就有。咁啊，就有港島線篇啦，亦都有第二個推出嘅西鐵線篇，嗰陣時係唔係東鐵線篇嘅，亦都有機場快線篇啊。咁啊，我就唔見咗輕鐵篇啦，即係唔知去邊。咁啊，我就冇得介紹啦，除非揾到先再介紹啦。咁啊，以舊式介紹影片方式去解開呢個系列嘅。即係冇片頭啦，亦都冇任何嘅編輯嘅，冇片尾，冇片頭，沒有任何編輯啦。總之一句講曬。好，咁今次咧，我又會介紹 M Train 先嘅。咁啊，咁我呢個有啲污糟啦，我刮幾都刮唔走嘅。咁跟住同埋有啲花啦，咁始終我都唔見過嘅呢個。咁啊，呢個又係啦。咁啊，希望敬請見諒啦。咁啊，咁啊，幾靚嘅，即係好似可以鎖匙扣噶。咁啊，一個迷你模型啦，迷你 Q 版模型都幾 Q 下啦。咁啊，今次介紹到此為止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下次介紹西鐵線篇，好，拜拜。